有反抗，中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日本侵略者的任意践踏，再也不能忍受国破家亡的耻辱。四万万同胞团结一心，共同抗敌。母亲送儿上前线，妻子送郎上战场，从城市到乡村，从百姓到士兵，到处都是抗击侵略的战场，到处都有杀敌为国的民族英雄。